今日为大家导读星云大师的《佛法真义》。本套书有三册，第一册《佛法义理》，第二册《佛学思想》，第三册《佛教常识》《佛门行事》，总共300多个主题。大师以各种譬喻言说，引经据典，将佛教的教理、仪制、名相、应用等，直唱佛陀教法慈悲、智慧、平等的精神，此即是给人欢喜信心的人间佛教。各位佛光人，各位护法居士，大家吉祥。今天的主题是为妈祖定位，分4点说明。第一点，妈祖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对象，尤其为沿海人民所崇仰，被视为是守护航海的女神，国际人士称她为中国女海神。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，大多建有妈祖庙，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，四面环海，妈祖信仰已有千年历史。可以说，妈祖的香火在民间最为兴盛，历代的皇朝也封妈祖为天上圣母。清朝雍正时更下令于全国沿海各省建庙，春秋祠祀，因此在政治上或民间里都有其重要的地位。例如根据史料记载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几个朝代都曾对妈祖多次包封，总计宋朝14次、元朝5次、明朝2次、清朝15次，封号从夫人、圣妃、天妃、天后到天上圣母等。其中咸丰7年所封的护国庇民妙龄昭应、弘忍普济福佑群生等等天后之神，竟多达64个字，可见妈祖受到朝廷的敬重之深。以上是第一点。接下来第二点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仰妈祖？妈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本名林默娘，福建莆田湄洲人，生于宋建隆元年西元960年，生性慈悲，从小茹素信仰佛教。根据传说有预知祸福治病的能力，经常乘船渡海解救渔民，因而被村民称为神女、龙女。后来在一次救难中罹难了，村人就为她修建祠堂祭拜。所以若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仰妈祖，大师说必然是妈祖她有为人所需要的地方。关于妈祖救人的灵感事迹，在民间传说很多，甚至被拍成连续剧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使得妈祖信仰更为普及。其中有2位历史名人也与妈祖有过姻缘。第一个是明朝的三宝太监郑和，在一次出使西洋时，于海上遭遇到大风浪袭击。第二个是明末清初郑成功到台湾时，船到台南的外海，因为退潮海水太浅，
船只无法登陆，上面郑和还有郑成功这两次的海难，后来都是依靠妈祖的庇佑，才能化险为夷，顺利获救，平安上岸。诚如大师在《合掌人生妈祖台湾的观世音》一文中也提到，总说妈祖信仰之所以能在民间及历朝政治上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，大师说，正如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所做的妈祖文化研究中说，妈祖信仰与我国古代许多和平外交活动有密切关联，诸如宋代出使高丽、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历访亚非40多国，明清两朝持续近500年的对古琉球中山国的册封等等，都是借助妈祖为精神支柱而战胜海上的千灾万劫，圆满地完成了和平外交的任务。透过上述文献，我们将更明白，在民间还有历朝政治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仰妈祖的原因了。第三，佛教因为妈祖定位。如果问妈祖究竟是属于中国民间的道教，还是属于佛教的神祇？严格来说，妈祖也是一位佛教徒，他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，在所有妈祖庙里，前殿都会供奉妈祖，后殿供奉观世音，这已经成为惯例，人们也就以信奉观世音的信仰来信奉妈祖。由于妈祖庙中后殿奉祀观世音菩萨的缘故，使得妈祖的信仰一直没有走出佛教的范围之外，只可惜传统的佛门寺院一直没有为妈祖定位。大师说，多年来如何让妈祖能在佛教里有所定位，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。大师想，佛事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，佛教的护法神明，甚至历史上有很多神明都是皈依三宝，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。例如吕洞宾皈依黄龙禅师，关云长皈依智者大师等。对于一些有历史可考的护法正神，佛教应该包容他们，进而净化他们，提升他们。妈祖是观音的弟子，在政治上历代均受到皇朝的尊崇，在民间尤其受到人民的膜拜。为什么佛教不能尊重妈祖？为什么不能让他成为佛教的护法呢？妈祖不但是佛教徒，也是观音的化身。妈祖居于湄洲，是海城，观世音在普陀山，也是海岛。妈祖在海上救度众生，观世音也是慈航普渡。人生本来就是苦海，任何时刻都需要救度。在我们的信仰中，不管是信仰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药师佛，都是一种人格信仰的象征，因此信者没有必要去分别彼此。大师说，他常常面对释迦牟尼佛而内心礼拜观世音菩萨，在观世音菩萨座前礼拜阿弥陀佛，凡所有相
皆是我的心。礼佛拜佛，最重要的是将佛与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，不要起分别。何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为了度化众生，观世音菩萨应化各种身相，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应以妈祖身得度者，即现妈祖身而为说法。所以佛教其实应该为妈祖定位，就如关公、伽蓝、韦陀、天龙八部四大天王一样，在佛教里都有属于护法神祇应有的地位。记得是50年前云林县北港妈祖宫要加入中国佛教会，不幸遭到某些人士反对，不得已参加了道教会。大师一直为此事深感可惜，也因为这个因缘，大师允诺当时的云林县佛教知会理事长郭庆文居士，要为妈祖做一首妈祖纪念歌，甚至后来还特地在北港妈祖庙前举办一场演唱会。来台初期，大师曾在北港妈祖庙的中正台讲演，当时大师看到信徒对妈祖信仰虔诚的崇拜，觉得非常感动。有一次彰化妈祖进香团朝拜北港的妈祖庙，彰化县佛教会理事长林大根先生还邀请大师坐三轮车，随着妈祖行阵游行，让大师对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大师认为佛教是一个包容的宗教，人可以拜佛，神明也可以到佛殿礼佛，天龙八部、关公、韦陀都是佛教的护法，而妈祖是佛教徒，当然也可以成为佛教的护法。曾经有人问大师，寺院里可否供奉妈祖？大师觉得也未尝不可，因此有一次在天后宫举办的供佛斋天中，大师就将妈祖定位，中间供奉三宝，右边和左边分别供奉观音和妈祖。根据文献记载，妈祖出生于宋建隆元年，西元960年，至今1000余年了。就在1000年后，大师终于为妈祖定位了。大师以其深广无比的慈悲与睿智，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写下这1000年来难能珍贵的一页。第四，我们谈到宗教之间应互相尊重包容。大师不仅为妈祖在佛教中定位，而且大师过去在皈依典礼时也常常告诉大家，皈依三宝后可以对神明拜拜，因为拜拜是一时的恭敬，而皈依却是一生的信仰。对于神道教乃至不同的宗教，大家都要相互尊重包容，集合各宗教的力量，朝着世界和平共同努力。换言之，大师认为宗教信仰不是竞赛或是计较高下，台湾信仰可贵之处就是宗教自由、和谐以及友爱。台湾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宗教融合，尤其有鉴于
国家社会要和谐，世界要和平，宗教必须团结等等原因，在大师指导下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从2011年12月25日落成起，便举办神明朝山联谊会，提供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神明、所有每个人的信仰能够有一个联谊交流的平台。大师举办神明联谊活动，落实宗教之间应互相尊重包容之大智慧与大慈悲，不但创下世界最多佛像与神像，同时聚集在全球多元宗教联谊会世界纪录，缔造全球第一的新里程碑。更重要的是，借由法会与各种信仰力量的凝聚，让我们在佛陀纪念馆的成佛大道菩提广场上，看到不同的宗教团体带着各自信仰的神尊，有的坐轿，有的捧胸，心系同愿，愿人们净化心灵，愿消除世上一切灾难。多方宗教人士聚会一处，没有隔阂，当下世界和平就在眼前。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副总会长及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2020年致辞表示，世界神明联谊会至今已进入第十年，每年各宫庙神明回到佛陀纪念馆相聚，人天欢喜，也代表宗教的和谐与融合，这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，也借此向世界发声，传达和平理念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如有疑问，请于影片下方留言。祝福大家六时吉祥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